完全都不需要了。好 ，OK。再讲一次啊，再把重点提示一下。有的同学好像还没有，就是意会过来哦，就做完了哈。啊，所以因为各位可能比较不熟悉，就是那个 role 跟 color 嘛，好，那 role 基本上呢，就是取得。比如说我今天以这个当基准，那给他一个 A4 的话，他回来应该是看后面的嘛，所以是4，对不对？好，四，然后我要加上后面 color 部分的话呢，那我基本上以 B3 当基准，那以 B3 当基准的话呢，那我就必须呢，在因为这个我现在是以那个照为，就是取显示照嘛，好，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当然第一次不能够乘上8，所以要他 B 的话，他回传是2嘛，所以要把他自己这个2减掉，减掉之后呢，再乘上8，还是对吧？零乘上8还是0嘛？可是到下一个他变 C 嘛 ，C3 的话呢，那就是3，3减掉2，那就1嘛，1乘上8哈，那以此类推就会是8的倍数了。OK， 那这个地方的话大概是这样子哈，然后按确定之后就可以产生我们要的结果。那同样的方式，假如说我们中间间隔一列好了，如果今天我希望呢，把照前孙里的方向哦，把它直接又换个方向，哦，上面是由上到下，请你空一列之后呢，在这个地方哦，再来把由左到右排列一下，然后照前孙里一直到20的话哦，就是应该是哪，应该就是这个吧，许吧哈，照到许。好，然后呢，把它排列到这里，然后向右向下，哎，一次填满也可以达成。那这个地方我们一样可以用 row 跟 column 来做，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。